我一直都未改变过我的想法。你若说毫无怨言，那是假的。但我想，既然生命短暂，已成定数，不如想想怎样才能活得更加精彩。我以男儿身份行走江湖，更自由，也结交了许多好友。我很开心的，Maiming， 真的。 你是女子之事，他们也知晓了。但他们答应帮我保守秘密。既然如此。 花间看流莺，月下看美人，我家朝颜啊，好看。那我可以换回来吗？这样穿着实有点不习惯。大忌在忌，现在洛家满是回来的族人，多一个生面孔并不奇怪。你现在体验一下女子的生活又何妨？还是说？ 赵岩，我看见你了。
先不要过来。真的是女孩子啊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就是突然有点不习惯。看来以后不能叫我兄了，直接喊昭言吧。